安养中心里，绝大部分的长辈都已经高龄八九十岁。这天志工来访，大家精神都来了。志工又是唱又是跳，一下子就炒热气氛。还有萨克斯风老师现场演奏。阿公阿嬷忍不住上台秀舞技。今天在吹奏的过程，看到他们站起来跳舞，我真的很感动。下次如果有机会的话，真的义不容辞。这个福会红包代表上人满满祝福。长辈也点滴回馈，把爱心投入竹筒，成就更多善缘。他们同心发愿付出啊，投竹筒。这是我们所感受到很温馨的地方。志工的陪伴让阿公阿嬷笑容灿烂，心情愉快。新的一年，祝福他们身体健康，事事如意。大爱新闻郑善美志工陈基雄、林欣涵，台中报道。岁末隆冬。